啊 ，B R U C E， 啊 ，Bruce Liu， not Bruce Lee。Bruce Lee is a very famous movie star 哈、啊，我是一个的导游，他是个影星不一样哈、啊，所以喊我叫小刘就可以啊，或者是 Bruce 也可以啊。那么在，哎你好。那就是太湖的这个，这就是太湖，这就是太湖，这就是太湖，这就是真的太湖了。好，此次大家在无锡景点讲解呢，都是由我为大家服务的。后面的团友能听到吗？啊，能听到，好，能听到就好。只要最后一排团友能听到就好。现在呢，请大家要检查一下你们的 passport 哈，这个工作我们一定要做到位，因为呢，大家今天呢在无锡游览过后呢，就要去好像是九华山，是不是哈？要去拜拜我们的地藏菩萨，所以大家一定要检查一下随身的贵重物品 ，passport 非常重要。那么早晨呢，做做早运动，什么早运动？不是伸伸头手啊，伸伸腿哈、啊，是摸摸耳朵，看看耳环在不在耳朵上哈、啊。摸摸脖子，你们住在九华山，那个团可能住在杭州。好了，那一我们有没有团友住在506房间呢？有的，有啊，真的有吗？哎，你们的枕头，你们发觉有没有不一样啊？枕头啊，没有。昨天小娟带的一个团哈，这是他们摸摸耳朵、摸摸脖子、摸摸手，随身的贵重物品不要遗忘在这里。那么其中呢，有一位75岁的阿嬷呢。就听不懂国语，上车就干什么呢？哎，所以上车睡觉，下车扁兽尿尿，白天的到处拜庙了。他说我回到台湾有可能是莫名其妙怎么回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小娟提醒他的时候呢，一直没有在意，没有在意，他一直没有摸。干什么呢？阿妈有一个生活习惯，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团友有没有这个习惯，喜欢把钱呐、啊、钱包放在枕头下面睡，认为这样钱包才不会飞走掉。但是大家知道，他不是一位来的，他是嘉义和彰化还有花莲各个村一起来的阿妈，所以说另外一个阿妈呢，他不认识一个房子。钱怎么办呢？他就想了个办法，晚上呢，为他是台湾带来的枕头，认枕头睡，大家也不太认识，所以不好意思问他，所以说呢都没有在意。但是第二天早晨哈，大家团队很多，昨天在这里有7个团队，所以说吃早餐是很忙的一件事情，而且要看自己行李，要看 passport， 要看台胞证等等，也是很忙的。所以说呢，他就一直顾着早饭吃，这个钱包放在这个枕头里面都给忘记了，而且又听不太懂国语。洗手间是比以前好了，有门有水，但是没有手纸啊，所以说他带了一大包的手纸在这个包包里面。另外一个包包带的什么呢？他从屁股口袋一抽就急坏了，领队毕竟把他们从台湾带来，这个时候也不用他急了， Hotel 已经打电话来了，506房间要我们赔钱啊，钱包掉走了还要赔钱，我也没有想通怎么回事。因为服务生这个阿嬷，看看那个真钱包，每位团友这个房间里面都有真钱包，对不对？那个剪刀把枕头套子给剪坏掉了，所以你们4个枕头找找，坏掉的那个枕头肯定是藏在那个里面。你好的枕头不要去找，就剪坏掉的那个枕头，剪开一看过后吓一大跳，里面呢带了多少现金哈？台币30000块，折合人民币大概也就是7000多块钱。我们就说，哎，阿妈，大陆现在也很好啊，买任何东西可以刷卡了，你为什么带这么多钱？领队一看他的钱过后，躺在床上，笑着躺在床上。我说怎么回事？因为我们的全陪都陪着我们一起在游签名，他是很认真的。别人托他带的东西，他说无锡羊胎10罐（括号一组10罐），白天的就写一个白天的羊胎数。你往后面看第2张哈，晚上变彩虹针。
为你往前面翻，翻20张全部都是写完字的，拿铅笔写的，他不拿圆珠笔写，知道圆珠笔写了过后呢不能用的哈，铅笔写干什么，用一张擦一张，用一张擦一张，而且很认真负责。所以他上车不是在睡觉，不是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一直在背自己要买的东西，要带的东西。所以说这个钱包掉了过后，老人家很伤心，真的叫欲哭无泪，哭又哭不出来，难过的要命，怎么办呢？捡到钱包过后，真是有一种感觉，叫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啊，开心的不得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们跟你们行程不一样，你们去九华山，东西也买到了，钱包也找到了，也很开心。那服务员看到老人家也那么感动，帮他带东西，多送了2罐洋菜素珍珠糕给他，不要钱，阿妈也是蛮开心的哈。所以说这个坏事情本来是一件很极端的坏事情，现在变成一个很和谐的好的事情。但是阿妈想了，今天我要住杭州，杭州怎么办呢？杭州会不会再放到枕头套子里面去？这次不会了，不会了，啊，这次改个地方了，放哪里？放垫下，放垫下哈。对，错了，阿妈比你们聪明啊。阿妈放哪里呢？她放到了领队啊，就像我们刘先生的包包里面来。哎，对不对？领队肯定都很年轻，工作都很认真负责，对不对？阿妈很聪明，放到领队包包里面。领队的包包一般都是一个大包包。他把自己的包包塞到他的里面，要用钱找领队。哎，你们不用看刘先生哈，你们要用钱不要找，要把钱包交到刘先生里面，然后是要用钱找刘先生。所以啊，但是我们团友平均年龄都是在65岁以上，都是嘉义彰化的团友，全车有37位团友。后来其他的阿公阿妈也想，哎，我的钱包会不会掉走掉？第一天8个钱包全部塞到了领队包包里。第一天8个钱包，晚上出去逛街，我们领队是黑社会的老大，用台湾话是说来自于台湾绿岛的。为什么呢？他走在第一个保护的前面是一个大包包，一个大包包里面塞的有8个钱包，后面跟的保镖全部都是65岁以上的阿公阿嬷。他逛这个柜台，大家都看这个柜台；他逛另外一个柜台，8个人跟着他全部逛其他柜台。啊，好了，领队要上洗手间，不上洗手间的团员站在门口等，很厉害，真的是很厉害，很爽。他要买东西啊，他要买苹果，他就屁股往那个卖苹果的地方一坐，专门付钱。那个卖苹果的人以为领队是大老板，专门付钱的大老板，免费送多2个苹果回他，不要钱。买糖炒栗子也不要钱，屁股往那儿一坐，专门付钱。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领队很开心，做了从未有过的荣耀感老大。但是到了第三天，领队从第一排坐到了最后一排睡觉了，阿妈从最后一排坐到了第一排，两个眼睛睁得大大的，也不念东西了，也不念了。为什么呢？因为领队都会说，每到回到一个 hotel 会说，我住在几零几房间，大家有什么要求需要帮忙的地方，可以到我的房间来找我，对不对哈？那么阿妈白天用了钱，晚上要数数我还剩多少钱。你们都想笑了哈，8点钟来一个阿妈蹦蹦蹦，好了，这一个送走了，另外一个阿贝又要来蹦蹦蹦。好了，11点钟阿贝要抽一根烟，没钱呢、啊、没钱，要到下面的 shopping 里面去买一包烟，没钱。1点钟蹦蹦蹦。好了，领队7天行程，你们多少天行程？9天。你们9天哈、哦、更厉害，你们更厉害。7天行程下来，领队活活少了5斤肉。你们9天行程，我们刘先生已经够苗条了哈。这个哪位团友这个想保管钱包，可以把这个钱包交给刘先生。但是你们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刘先生已经很瘦了哈，你们看着办哈。这个少一点，有没有团友要缴钱包啊？他们都在看你哈，都在看你哈。好啦，这是一个。
那我们今天呢？现在呢？好吃。我们今天中午有没有得吃啊？你在卷花山？啊，有那你就留下来吧，先生。我们留两位朋友下来，不要去其他地方，去我们家。好。去我们家，我家爷爷86岁，喜欢打麻将，喜欢下棋。那是16张，13张。13张啦，不是16张啦。哎呦，厉害，有一个确有哈。好，来右手边我们看。那么我们人民大会堂的无锡人民大会堂就在这边。早晨的时候，很多当地的老百姓现在也是不单单注重饮食，还注重身体，来这里找锻炼，锻炼身体。然后呢，这是一个市民广场，市民广场哈。现在大陆也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单单要经济发展，还要注重什么环境的发展。所以大家看到现在这些环境哈，是越来越路直接往太湖边上最最便捷和快乐的一条大道。这个那么右手边看到这一条河，就是中国非常有名的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是从1000多年前，看到没有？这个叫拖船，后面有十几艘的船叫拖，全长有1794公里。是从中国隋朝时期，哎，挖隋炀帝挖凿的一条人工河流。那么当时隋炀帝挖凿人工河流是为了什么呢？只是为了一句话了，哪一句话呢？烟花三月下扬州，干什么？看桃花，看美女，就跟你们一样，四月份来看桃花，看美女。有没有桃花？有，这边就有。现在是柳树是嫩嫩的，哎，这个不是，这不是桃花。哎呀，一看花就是桃花。干嘛？这是桃花。今天看得到看不到？我们花园里面最多的就条运河啊，当时是为了隋炀帝来阳城运输贡品回北京。天堂下有书哈。杭州运输什么贡品？杭州就运输中国天下第一。那这条运河还运什么呢？大家不知道去过苏州没有？有没有去过苏州没有？苏州去什么？陈醋，香醋用于调料，陈醋用于杀菌消毒。很多美国嘉宾不知道，非典的时候，其实空气里面杀毒杀这个感冒细菌什么，只要把陈醋加上稀释水，然后烧到锅炉，把门窗全部关起来，就是起到杀毒消菌的作用。那么还经过扬州，扬州运什么潮商和盐商的囤积之处。古代只要控制了盐，就是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所以潮商和盐商的囤积之处就在扬州。所以此次大家行程当中可以看到这一条运河一直陪伴在大家左右两旁。那么现在行驶的这班时间差不多是在7:30到8:30。今天礼拜几啊？今天是星期天。那为什么还上班？不上班，他们到湖边去走一走，散散步，放放风筝。完了。有这个早晨的空气才比较好。哎，大花归来，鞋底香。希望在座的各位美国嘉宾来到无锡过后，欣赏完美丽的柳树和桃花过后呢，鞋底都是香喷喷的啊！希望你们的谈恋爱的成功率在300%以上。不能了，因为都有另外一半了，怎么能再结过婚的就不要再谈了，就互相再配合一下这个感情，为什么呢？哈，因为这，因为你再谈下去就是要找外婆的人了啊，这个外婆就是外面的老婆，称之为叫外婆啊。我们不是年纪大的叫外婆，外公外公就是外面的老公啊。哦，是这样哈啊。我们叫什么呢？姑娘哈，姑娘，家美女小姐。哎，小姐就是陪你喝茶聊天。哎，对对对。对，你叫她小姐，她脸长长。我又不陪你喝酒聊天，你叫我小姐干什么？姑娘，你叫我姑娘，另外还可以叫什么？小丫头、小姑娘、美女，然后美女也太虚伪了一点。如果说是一个年纪大的不得了的，你对着她说美女，你明显是很虚伪啦。叫我们，你就比如说年纪大一点，比你们大，你就称一只大姐。大姐哈，然后年纪小的姑娘，小姑娘啊，
什么小妹妹？小妹妹你就太亲热了哈，有这个想留在这里的企图哈，所以说呢，这个小妹妹呢，就是我们这里称小妹妹有那种企图，表哥表妹啊，我们好久没认识。